这个女人每天都会抱着婴儿站在岸边呼喊着自己的丈夫。村民们被吓得赶紧关紧大门，天上的鸟儿都变得十分诡异，就连昆虫都要绕道而行。看视频点赞加关注，评论区狗头壁虎。原来女人十月怀胎，即将临盆，腿上也渐渐流出许多鲜血，可丈夫不在家，最终导致女人难产而死。直到有一天，丈夫却回到家中，而家中却空无一人，只有一个空荡荡的婴儿床在不停地摇晃。就当他走近查看，里面却什么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妻子突然从身后抱住了他，尽管大壮被吓了一跳，看着自己想念已久的妻子，还是将他抱在怀中。殊不知，面前的妻子早已经不是人。与此同时，大壮这次回来带回来自己的四位战友，并向翠花给他们相互介绍，并且安排他们暂时住下。可等到第二天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就当他们出门买菜，菠萝头发现翠花站在窗边，并笑嘻嘻地向他打招呼。可翠花面目狰狞，并没有做出回应，这让菠萝头十分尴尬。等他再一回头，却发现窗边什么都没有。来到集市上，大壮想和翠花买一块蛋糕，老板看到他们后吓坏了，不停地把蛋糕往嘴里筛，声称买完了，就当买条鱼。老板宁愿把鱼放生也不卖。就当他们来到酒坊喝酒，醉酒的老板娘说出的一番话让他们十分疑惑，他们不知道村民到底在隐瞒什么。晚上几人坐在一起，突然菠萝头突然想起醉酒老板说的话，只要弯腰低头从胯下看去就能看到真实的一幕。为了验证真假，他壮着胆子来到房前，往下一看，眼前的一幕彻底把他吓坏了。